大家好，欢迎收睇大人行嘅，我系泽 Sir Carry 啊。就早两日咧，我哋之前拆解过呢个 Facebook 度嘅诈骗集团啦，呃到好多朋友啊，俾钱买呢个假嘅威克斯水枪啦。首先咧，我要更正翻我之前所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我话系因为贪心嘅人先至会中招啊。但系当我接咗好多朋友嘅电话啊、查询之后咧，发觉情况未必系咁样样啊。点解咁讲咧？佢哋诈骗集团啊，佢利用咗 Facebook 嗰个功能。在宣傳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你會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片放在一起，跟住它的系統例如登記那些都做到很專業。那很多一般不是好像我們這麼接觸工具的時候覺得、一個這樣的水槍多少錢其實他們是沒有概念的，那就覺得很重要，399也好499也好都屬於一個心理的關口，覺得咦又不是很多錢，最重要就是他說不會收你錢，貨到先付錢，跟住的時候你覺得、不要緊，個個都是這樣給你都不得，咪唔要咯。好啦，下一 part 係最重要嘅。以今時今日啊，呢、這個速遞嘅便捷咧，就算喺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啊，你今日發嘅時候，後日都會到噶啦。咁啊，佢嘅手法就係講緊，我唔發住，係都要等你兩個禮拜之後先至發。你見到噶，大家若果真係中咗招嘅時候咧，都係講緊好遲先會收到嘅。呢、這個就係你嘅心理關口啦。假設啊，我今日你撳咗掣，後日就到嘅時候咧，你嘅警覺性係最強嘅，一定會話驗足啊、驗屍咁驗啊。但當假設兩個禮拜之後咧，你心裏就會覺得，咦，咁耐都冇嘅，係咪抽我唔中咧？咁但係你係冇損失過嗰陣時，你就算因為你一毫子未俾過噶。但係當兩個禮拜之後咧，你覺得哎呀死啦，係咪抽我唔中啊？突然間啦，當啊突然間有個速遞員打電話嚟就話，陳生，你份嘢到咗，你做好開心啊！呢、這個時間咧就係你警覺性最低嘅時候啦。咁當啲貨嚟咗啦，就算你覺得有啲不對勁啊，但係你因為等咗咁耐，那個心態咧係最脆弱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哎，賭一鋪啦，399我俾咗你先啦。跟住咧，當你打開嘅時候，當然就唔係你想要嘅嘢啦，咁就中咗招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詐騙集團咁計咧，係一個用個好高明嘅心理手法去吸引人去俾錢消費去買呢樣產品嘅。我喺呢度咧奉勸咁多位喺呢個資訊網絡咁發達嘅時間咧，個人嘅資料咧係應該保存得非常之小心嘅。幸運的東西不會這麼容易去跳到你的手上，那就萬事要小心。如果真的要買，特別是電子零件的東西非常小心，因為始終你看過很多片段，電子零件被它換了的時候出煙、著火的時候真的得不償失，最好去一些相熟的店鋪，我不是賣廣告，是應該相熟的店鋪摸得看得的時候才去買電子的東西。其實這幾天已經很多的朋友、觀眾留言也好，打電話給我也好，就說澤 Sir， 哎呀我真的中了計了，這樣這樣，咁因為好多都係中咗計，雅子食黃連唔會講翻出嚟噶嘛。之前已經有戴森嘅風扇啊、吸塵機啦、咩鋸啊嗰啲咧，竟然唔少人中咗招噶啦。我有反思過，作為傳媒，雖然我係一個非常蚊型嘅傳媒，都係責無旁貸，我應該一早企出嚟去拍片，話俾大家聽，等你哋可以、分享俾人，再一傳十、十傳百咁傳出去嘅時候咧，咁中計嘅人咧就會更加少啦。大家都知道啦，我最近開咗一間實體店啦，一間開倉嘅實體店啦，咁所以都算做有翻啲壓力，可以同威克斯啊代理、香港代理嗰邊咧，或者廠嗰邊咧傾下偈。假設你真係用399蚊買咗支水管翻嚟，而你真係好想啊，我好想要支威克斯水槍嘅話咧，咁我係攞到十套翻嚟咧，我可以回收翻你個399蚊嘅一半啦，即係大概即係200蚊啦。優惠價錢是俾十位觀眾的，所以如果你或者朋友都有都真的想要威克斯水槍的話咧，記住 keep 翻嗰支水管啦，有個單的收據證明啦，咁就可以私人聯絡我哋。喺呢度咧，我要講翻啦，我係並冇收錢，並冇寫線稿，並冇抽水，即係咁多位朋友嘅攻擊噶，所以我著住就係大有嘅衫去講威克斯嘅事件噶。而喺呢度咧，我都要讚下或者多謝威克斯嘅代理同埋佢間廠。點解啊？因為好少廠係真係聽我哋嘅意見嘅，好多人同我講：喂，澤 Sir 嗰180度嗰個標賣，我話300蚊佢自己配啦，300蚊喎，成支槍都係講緊1000幾蚊啫喎。咁所以威克斯廠咧就即刻得澤 Sir， 我哋即刻研發一個平價嘅，即係膠嘅，去俾大家去用。跟住之前咧又話橙色電同綠色電唔通用咧，喂你快啲整個 adapter， 佢真係聽，即刻去做。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少廠係真係聽到我哋香港人的意見，人哋同我反映咗，我即刻同佢講嘅時候，佢真係即刻去跟進。我對呢個品牌其實充滿期待嘅，咁睇下點樣第時嘅工具會再上一層樓，睇下啲乜嘢真係幫助到俾大家嘅。若果大家真係有啲乜嘢意見啊，有啲咩 idea 咧，即管俾我，我會如實交翻俾廠嗰方面咧，睇下有啲咩可以再演變出嚟俾大家用嘅。
紙啊，蘋果嗰度咧就出咗一篇報道咧，就話我係裝修佬嘅紙嚟㗎，竟然輸俾其他人，我覺得係冇可能嘅。為咗愛同埋責任，我哋揾嚟真漢子試玩啊！咦，啲人行過都要玩兩手喎、啊，對部手指測試機真係相當有愛啊！聽講你好大力嘅、啊，盡力啦！所以我今日決定嚟到太古城嘅 JC Shop 度買一個咧，翻嚟俾大家試下嘅。本身 JC Shop 裏面是有很多嘅特別的 gadget 嘅，我問下咧店員咧，究竟最近呢排咧係最多人用啲咩咧？炎炎夏日啊嘛，梗係呢個吹風機啦，呢個製冷機啦。咁其實咧呢部機咧個原理好簡單嘅啫，入電啦，跟住咧喺水有水缸嗰度嘅，跟住借住水嘅温度咧係降低啲温度，吹啲風出嚟嘅。咁即係話喺個水缸嗰度咧擺幾粒冰落去嘅時候咧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有咩特別呢？就係講緊佢可以用 USB 嚟推啦，即係話可以帶出街都得啦。其實呢個價錢係唔平噶，不過咧外形設計咧都幾靚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啊擺喺台頭咧當裝飾品都得，個價錢就自己釐定啦，睇下先。我哋嘅禮物咧，包括靚嘅批嘴啦、木田嘅電筒啦、德維嘅階梯轉啦，仲有平水儀啦、雞仔轉啦，而特別大獎就係我手上嘅大有鋰電油壓轉套裝啦，可以轉可以作，係咪好想要呢？所以話我唔怕你指力驚人，只係怕你唔肯走人啫。嚟得大人行的開倉店咧，就唔會係淨係出邊嘅一般嘅產品啦。我成日揾啲特別嘅產品翻嚟嘅，就好似我身後呢一台雜腳啦。你會話雜 Sir 雜腳周街都係啦，但係大家用過雜腳嘅時候咧，個感覺係咩啊？一開機嘅時候咧，個摩打起動咧係好快，轟一聲咁去嘅。咁但係呢一台咧係無刷嘅雜腳嚟嘅，開車又好啦，同埋當你用嘅時候咧，把腳係好靜啊！我完全係意料之外，我開嘅時候咧。哇，系靜到咧，完全非常之油，所以感覺上咧好安全。大家不妨可以嚟試下呢把雜鋸啊！咁我哋大人行開倉店呢度咧，另外一個大特色咧就係一個設有一個特惠區啦。呢個區裏邊咧，可能有啲產品咧有啲 defect 嘅，即係有少少瑕疵啦，或者啲過咗期嘅產品嘅，但係咯，亦都非常之有用喎。例如啲好平嘅平水儀啦，講緊$100啊，喂，平水儀喎。仲有就係電批啦，$180啲，哇，兩電一叉，真係賣電都唔得啦。仲有啲幾百蚊嘅焊機啊、風車鋸啊、雜鋸啊，即係我真係數都數唔曬。咁所以若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記住嚟我哋呢度尋寶啦。哎哇我01喎精彩